姐妹们康康老秦和二哥的撒糖越来越过分哦。开始的清醒交谈沦为平淡，望眼欲穿，等不到你的晚安，全都与我无关。二哥照到眼角后老秦心疼的样子，吃饱饭没事出门就扭巴。哎呀累了回家。然后我们来看看秦老师心疼的样子，先是摸摸眼角仔细询问有没有事，然后再次摸摸眼角，继续摸摸眼角，一直看着二哥，然后又继续上手摸摸眼角。秦老师你是有多心疼啊？醒醒啊，小宝贝儿上班了。请你们欣赏二哥和老秦的大型拥抱现场。快看暖人说悄悄话了，靠近了才听得清。二哥心里可真甜呀。太可乐了，接着乐。大佬出街了。三二一，上！一个视频证明老秦有多喜欢对二哥动手动脚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你又何苦用无声来暗示分离，出题的关键人物都是你，出现时流转的心酸照。这生活枯燥无味，这烦恼连连琐碎，我只好怀里搂着妹，那借酒消愁不醉。和二哥抱在一起时听见酒华来了，酒华来了。什么？把喝酒华了，完了你去。